下来这段开箱短视频是请卖家帮忙拍摄的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今天重量级开箱，我们来开箱华为。没有，不是华为，是其他牌子。因为那间店没有那个牌子的袋，他就给我华为的袋，就连里面那个也是华为。这个一个华为的一个。我们先来开这个华为，是个意外。所谓的华为，这个才是最重点的。蓝色，那里面配送一个120瓦的插头一个，然后有一个快充的 wire， 蛮喜欢它这个功能的。因为这款手机是新发布的，所以它的电话壳什么，它的电话的保护镜都要在淘宝购买，所以来喽。给电话穿新衣哦，带给专业人士，给我上保护膜，相机也得上保护膜。卖家的店在阿门 Center 对面。